在热闹的重庆解放碑商圈上，日月光中心广场的进驻更成了热闹的景点。日月光中心广场及重庆十八梯的历史与文化完美结合成一个具有历史风貌和现代时尚的新商圈。在这儿主要有爱马仕、宝格丽等国际知名品牌，是目前中国国内面积最大、档次最高、金银品类最齐全的室内免税店。在餐饮上更是有超过百家的各国料理，让人时常是目不暇接，不知道该吃哪道美食好。如此受瞩目的广场也成了渝中区最闪耀的一颗星。